错，就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们，我们是拍拍手，欢迎他们。神秘的嘉宾要来跟现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喽，小朋友猜猜看他是谁？就是我们的胡志强市长。胡市长要祝所有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首先，当然就是要介绍我们台东市的大家长胡志强谢市长，欢迎他。欢迎市长。来，我们请市长跟大家说说话。是真的人比较好看，对不对？看你们真有水准啊！当然是真人比较好看嘛。不过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被人家做这么大一个 Q 版，心中还是觉得很震撼呐、啊。我希望小朋友会喜欢我们安排的所有的卡通造型，所有的恐龙，有恐龙哥、恐龙弟、恐龙姐。还有恐龙妹啊，每一年我们都谢谢纸风车的大哥哥大姐姐用尽所有的创意，就是让小朋友高兴。现在我们的恐龙展也是台湾第一，对不对？这是儿童节，儿童送给爸爸妈妈最好的礼物了。我们现在要介绍贵宾，对不对？对。很多人为今天晚上出力出钱，其中最重要的是台中市议会在议长副议长领导之下支持台中市所有的有关于儿童的活动。有几位议员到了现场，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出列，好不好？中西区的议员黄国书哥哥，北区的议员刘国龙叔叔，南屯的议员刘世忠哥哥，我们还有很多赞助的朋友。好，文化局的黄局长，请你出来，主办单位。新闻处的曹处长。赞助单位有几位来？有五位。好，欢迎你介绍一下。好，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音像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怡，王总经理。接下来是世纪艺术幼儿园创办人唐富美，创办人。谢谢。再来是经典人文艺术幼稚园园长黄淑华，黄园长。哎呦，你有带鼓掌部队啊。再来是道和教育基金会艺术总监张立明，张总监。啊，小朋友好高兴啊，谢谢。还有爱米尔幼教机构刘一雀所长，每一年都有他。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市长呢要来颁发感谢状给我们这次呢赞助我们的这些朋友们。我们要请市长来颁发感谢状。首先呢，要颁发给我们的是音像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的王静怡，王总经理。接下来颁发给我们世纪艺术幼稚园创办人唐富美，唐创办的人。再来是经典人文艺术幼稚园园长黄淑华，黄园长。
兆和教育基金会艺术总监张黎明张总监。再来是我们艾米尔幼教机构我们的刘一雀所长。因为有这几位的赞助呢，才有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是不是请所有的贵宾跟我们的赞助的朋友一起合影留念一下，好不好？来，在这边正式宣布我们2010年台东市儿童艺术节正式开始啦！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现场的贵宾，谢谢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赞助的朋友。小朋友知道今天要表演的剧码叫做什么名字啊？今天要表演的剧码叫做《屋顶的天才老爸》，你们准备好了没有？让我们一起倒数5秒，5、4。